巴基斯坦总理坐进歼一零 C 一座舱，感谢中国。原标题：巴基斯坦总理坐进歼一零 C 一座舱，感谢中国。伊姆兰汗坐进歼一零 C 一战斗机座舱。据巴联社卡姆拉消息，巴基斯坦今天在明哈斯空军基地举行了歼一零 C 一战斗机的入列仪式。巴基斯坦总理、联邦部长、三军参谋长、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和外交界人士出席了活动。 巴总理伊姆兰汗感谢中国在短短八个月内将这批战斗机交付巴基斯坦。他说，这是中国领导层意愿和对巴基斯坦支持的见证。在三军参谋长的陪同下，伊姆兰汗检阅了歼 -10C 一战斗机，并坐进座舱听取了有关该战斗机的情况介绍。伊姆兰汗听取歼 -10C 一战斗机的情况介绍。此次有五架歼 -10C 一战斗机加入巴空军第幺五中队。 与 ZF-17 雷电战斗机相比，歼1 0 c 1配备更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还可携带更先进的第四代空对空导弹，包括短程 PL-10 和超视距 PL-15。另据航空工业官方微博介绍，这是首批中方向巴基斯坦交付的歼1 0 c 1战斗机，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航空主战装备已正式列装巴基斯坦空军。